Hello， 大家欢迎到 Game Page Care， 继续用我 Leo 同大家玩呢只 Pokemon 嘅剑盾。上集咧，我哋就真系清晒所有嘅道馆啊，所有野生极巨化嘅问题啦。最终咧，阿索尼亚咧就话俾我哋听，揾到啲线索，咁就系咧喺呢一个嘅地下工厂啊，即系咧当初我哋捉无极泰拿嗰笪地方，就系会长唔俾人入嗰度。咁而家咧就有人见到咧，阿索西尔人咗咧就走咗入去下面嘅，咁啊，索尼亚应该就开咗道门噶啦。你动作点解咁快？稍等，喂，你又叫我话我差唔多嚟到你开到嘅，仲差一啲，做咩事啊？我唔够电啊！原来冇电，因为。索西人咗就喺里面，要小心。咁而家行得啦，估唔到啊！兜兜转转，最终我哋系翻翻嚟呢一笪地方，喺呢度啦。哇，成扎人喺度嘅喂，后面嗰啲乜水嚟噶？唔识噶，全部啲咖啡嚟噶。門被打開咗，每一個道館嘅騷動睇嚟都解決咗。話時唔係點解得翻隻劍嘅？盾去咗邊啊？不愧冠軍，你幾個俾啲掌聲。呢啲就係你啲人民啊！我呢個拎住支麥添喎。呢啲人係咯，咁古怪嘅。一切都係要為咗推翻一個嚇。啊假的传说，要暴露翻剑同盾的本性啊！咩啊？剑同盾系拯救加勒尔地区英雄、啊，你咁蠢嘅你，一直以嚟我都是受万民敬仰的英雄一族，但都怪你哋击败咗无极泰拿，拯救咗加勒尔，嗰、那个丫头仲要出咗本书。喂，佢噏紧咩啊？我唔系好明白、啊，真系唔知丑。居然话小精灵系真正嘅英雄，一夜之间将历史颠覆咗。我又算什乜嘢？吓、啊，点解俾祖吓？即系点啊？你果然系加勒尔嘅皇族，冇错，今后都唔会变。流传至今的历史才是真正历史，怎会突然走出这英雄九雄？我好古怪啊！这个我写的都是真的。我认为从远古时代，剑同盾一直就守护加勒尔的地区。既然咁，我哋嚟试一试咯。如果是真的英雄，就算被注入了加勒尔的粒子，都依然要有绅士的风范。呢次极巨风哥系为咗测试，你哋打算令哦，佢谂住令剑盾失控，啊，即系佢谂住将剑同盾注入呢一个加勒尔嘅粒子啊，冇错，但系已经太迟。哦，佢细佬已经喺上面准备紧一切咯。如果想搭 lift 上去嘅话，打败你先啊嘛，嚟啊！做咩啊？诶，又话打嘅喂，可能俾我储存好啦，咁我储个存先啦。成日都系咁好真，喂，你系打讲啦，又唔讲，又要我自己走去喐，我成日以为轻机啊，大佬。点解走翻入去个窿里面打咁得意嘅？走翻只蛋后面嗰度打，葱油兵都系冇变，都系呢啲小精灵佢。诶，呢招我出招先嘅，我跳啊，唔系我飞，系啊，攻击系真噶，帮唔怕？
我都解决你噶啦。哇！即系攻击增加到几多啊？下一只派咩呢？哦，唔使转，继续。佢有降属性用火打，嚟啦，轻轻一脚，佢都冇乜点变喎，佢又话会，即系上，好似都系上次都系派呢啲嘅。是有分的嘛，是有分是散步用的小精灵和战斗用的小精灵的嘛。所以没什么变的，你都是用回这只的。我以为是有些再劲一点的。飞了上天但我不中。这只真的好几好用。啊，居然搞他不掂。哎，是他走佬喎。双剑，嚟啦！烈焰龙卷射球，真系唔好意思，咁啱一隻王牌有齐晒恰你小精灵啲技能，咁啊易打嘅，你来去都系我用火同埋用降就用飞行就搞掂啦。两只用火，两只用飞行技，啊这个就咁得啦，快快手，我踢，拜拜。居然输咗，咦？话说我啲 friend 呢？讲晒你走啦，已经咁快脆，因为做乜嘢？死啦！我听到好似系剑同盾喺度上面嗌啊！弟弟已经搞掂咗啦，我嚟拦上佢啦。点啊？你仲未讲啊？冇嘢讲咯。哇！点解听到超级杀人嘅声嘅？我哋成功咗，大家听下呢啲声，摆到明就系阿孙悟空储紧气，侧边有好多气围住嗰啲声嚟嘅。果然腐烂嘅盾引咗佢嚟啊！仲好春咁俾我注入咗加纳尔粒子，但佢冇变大到，好似好痛苦。都是因为我被你抢走了那个盾的碎片，他才会跑了过来。好了，快点露出你空尘的本性啦，证明哪个才是假的王者。哇，他吓亲了，不要过来，快点到街道尽情破坏啦。但系冇咗个盾喎，佢哋，佢努力咁令自己冷静落嚟，但系控制唔到力量。啱啦，等我嚟捉灾啦！真系希望佢变翻之前其他，即系可以变翻一只正常嘅小精灵。但系佢而家系一只失控嘅传说小精灵，唔好谂住去捉佢。虽然唔甘心，但系而家唯有搞掂佢，就只有靠我啦。佢会保护好附近嘅人。令我等我专心叫佢平静落嚟。喂，点解唔捉得啦？顺便等我捉埋佢啦。但系冇咗个盾咯，冇咗个盾捉佢把鬼啊！不屈之盾，你都冇盾，点样出不屈之盾啊？真系啊！佢即系可以掉精灵球，我试下掉精灵球先，我哋。冇办法使用精灵球，即系冇办法啦，唉，嚟啊！飞人机，铁壁，唔理啦，跳上去先。
即系我系咪都要打死佢噶？应该，因为我掟唔到正球啊嘛。佢都有讲过话，而家唔捉得啊，打唔中居然，顶再嚟。哇，冇咗三分一，多少少啦。点啊？又贴壁，黐线噶你！打去中啊！贴两个贴壁实在太劲，咁冇办法啦，唯有用下啲招式啦。呢啲系属特殊攻击，佢防都系防防御啫，即系普通防御冇防到呢个特殊防御嘅。咁呢啲应该痛啊？诶、哎，都唔痛喎、啊。顶，原来我呢招系唔系特殊嚟噶，全部冇特殊喎、啊。原来换小精灵有冇啲小精灵有效呢？我哋换飞行嘅出嚟打，飞行嘅效果系绝佳啊！顶呢招好似我会混乱噶，哎冇事，好啊神鸟特工，虽然我会扣血，喂好啦，冇帮我拗痕，我唔怕折噶，神鸟特工 ，OK 嘅，顶得住顶得住，好在我哋有降属性。所以不是太怕这些身体会受伤害的招式，顶使乜惊佢啊，黐线啊你，哇痛啊痛啊痛啊，王决了已经，不愧神兽啊，再来神鸟特工，哇一掉精灵球正啊，这些血量 fit 到爆啊，来吧等少少，猪女点啊？可惜冇得掉精灵球。好啦，盾牌帮你解决咗啦。咦，冇晒啲嗰啲邪气咯。睇嚟冇事咯。危险，冇嘅，应该走埋揽住舐佢嘅啫，我最多。咦，唔系、哦，剑走咗出嚟、哦。出嚟制止佢、哦，即系可能倾偈啊，话呢扎好人嚟噶，衰人系嗰两个 gel 到痕一痕个头嗰两个啊，咁样。哦，乜原来系咁啊？哦，走咗啦！佢仲未完全控制到力量，好担心佢，我哋快啲去追。嗱，攞翻个盾碎片啦，真系啊！喂，佢吓到傻咗。哎，我哋个 friend 攞翻盾嘅碎片啦。哦，佢真系追只盾喎。都几高噶，可以骑，其实可以坐上去上面，哇，吓到反晒白眼喎！求求你唔好伤害我细佬。喂，我要捉你啊！望咩望？五脚即系抽啊！等我捉鬼咗你啊！喂，你唔系走啊嘛？哦，佢唔系走、啊，同我打、啊。冠军果然系冠军，真系将咁大件事平息咗。呢个小精灵似乎等紧你。哇，终于有俾我捉啦！储个船先，你啦剑。咦，但系佢冇把剑喺身噶、啊，似乎想全力战斗。
我哋俾翻把剑佢，系啊，去捉啊！哎，俾翻把剑佢就变翻个最强嘅状态啦。佢嘅眼神认真咗，哇，70 level 啊！其实真系一个好疑惑嘅问题。如果我解决咗只神兽，咁即系话我只小精灵都劲过神兽啦。咁只神兽真系要唔要都霸咒啦？其实我永远都系一个咁嘅问题咯。嚟啦，剑舞，加强攻击力。去啦，烈焰龙卷射球。吓！喂喂喂，你打落嚟唔系啊嘛？似乎喺度测试紧我，做咩啊？哦，我俾多次机会我啊！哇、哦，好啊好啊，吓、啊、死我啊，大佬！即系一定要我捉嘅 ，OK。哇！啱啱吓死我，我心谂、啊、我一脚踢死咗，咁咪冇咗咯。因为以前我哋打系噶嘛，咩超梦梦啊、雷鸟嗰啲咧，打死咗咧就冇噶啦嘛。我啱啱杀咗佢，我心谂，哇、哦，嗰下几惊啊，大佬。不过我其实都唔惊嘅，因为我可以捞翻个 save 嘅。但系就呆咗咯。咁啊，用招渣啲噶啦。居然挂咗老衬，下一隻冇喎、啊，我飞，但系飞行有咩、啊？哎，卡比索 OK 喎、啊，万一唔掂咪打死咗佢咯，佢又会再测试过我啫嘛。嚟啦，10万马力，又嚟剑舞。你想加攻击加几多啊？究竟？哎，哇，靓啊 ，fit 到爆！去啦，精球。虽然咧，我系有 fit 足球，但系 fit 足球梗系唔会攞嚟捉神兽噶啦。一个真正嘅训练员系唔会用 fit 足球嚟捉神兽嘅。捉神兽梗系用普通精球噶啦。用普通精灵球都捉到神兽，才是一个真正的训练家嘛。喂，好痛啊，大佬！哇，系咁俾佢咬都唔系好掂当，只只都咁样。等我回复翻佢哋先。我记得我有啲全回复噶，啊有啦。卡比兽，万一唔掂都仲可以再叫卡比兽出嚟顶多2弯，等我捉佢啊嘛！你睇下黐线嘅咬到我咁样样，仲有咩用啦？仲有我只王牌啊！跟住到我只超级杀人拜拜噶，顶住，哇！顶多1弯都唔得。我哋用比卡超，用电磁波将佢麻痹，或者佢打我都有机会中麻痹。睇下我冇咁好抢麻痹到佢啦，我出招先，唔该。啊，佢出招先，不过唔紧要，剑舞啫，佢增加攻击力。出到啊，比卡超，点啊？咁就会处于一个麻痹嘅状态。咁我打佢就，我捉佢就更加易啦。去啦，精灵球。哇！摇到啦，顶摇得一下，巨兽斩，哇！大佬使乜咁大把啊？喂，你明明中马痹喎，出嚟啦，卡比兽，
帮帮手顶住啊！精灵球，嚟啦嚟啦！顶，摇得一下，次次都摇得一下噶。哇，佢攻击高度，高度系一下解决咗咯，大佬唔咁癫啊！再嚟精灵球，黐线嘅，越整越乜嘢喎，系咁爆喎、哇！佢剑舞实在太高功啦，全军覆没咁滞，我而家就系、既然系咁，我挨多一 turn 都冇意思啦，我不如嗱嗱捉佢好过，继续精灵球，去啦，捉到一定要。喂，掂啦！顶，争摇咗两下咋，争少少啊！又增加攻击，黐线嘅只剑，你增加攻击增加到几时啊？究竟？哇！我掉精灵球一定有手软啊，一下都唔要添，仲要今次，唉，冇咯。拉屎一隻啦，我试下先，试下我死晒所有小精灵睇下会点先。哇，你冇储存咗唔惊，好啦，精灵球，不过可能我呢下捉到咧，顶，有冇咁难捉啊？哇，仲要你招劲嘅大佬。好啦，我身上所有嘅小精灵全部瓜晒好衬啦，究竟会点咧？我而家冇咗，我冇成万yen，我面前差一片，经筋竭力疲，嗱嗱嗱去小精灵中心。咁应该我走翻去咧，又可以再挑战翻剑嘅。咁不过剑嘅血量系咪回复翻晒咧？嗱，咁又唔知啦。唔好讲咁多废话啦，俾我走啦。好啦，我哋又翻翻嚟呢度啦，睇下只剑嘅血量系回复翻晒啊，定系冇啦？我谂系回复翻晒，有机会，好大机会。喺个细都似噶啦，即系我最好就系一开头攞个卡比兽打到佢红血红色，咁当然啦，最好就梗系红血啦。唉，回复翻晒，咁冇办法啦，唯有重新再打过啦。哇，一嚟系巨兽斩，黐线噶你，你咪傻噶？我顶得住啊！我顶得住喎，佢未加攻击力就顶得住嘅，但系加攻击力就唔掂当啦。黄血都争啲喎，可能算啦，掉定精灵球啦。唉，还掂，如果系捉到嘅话，满血都捉到噶啦，都唔系好关条血量事，我觉得。顶住，一下顶唔住，派比卡超用电磁波，电磁波，哇，圣剑冇啦，挨唔住比卡超，哎，挨到住，哦，点啊，自动，唔使出啦，佢都中咗咯，去啦，精灵球。有冇咁劲啊？唔通真系普通精灵球系冇办法捉到佢？真系逼住我用啲第二啲精灵球？
我哋尝试下啦。嗱，用呢一个蓝波，试用蓝波睇下触球会点样样啦。唔系嘛，蓝波快得。哇，蓝波捉咗，即系普通正球系唔得嘅。可能咁啱呢一次机会得，唉，用蓝波捉咗。虽然就唔系咁开心，不过算啦，唉，捉咗就算啦，唉。咁啊，捉咗传说中嘅小精灵剑啦，唔改名啦。啊，拥有腐烂之剑嘅点样处理啊？梗系放喺就咁样送入个盒里边，送埋个盒里边啦。劲啊！真正嘅王者都俾我收服咗。一场高尚嘅对战，我只系谂住点样证明边个先系真正嘅王，真系冇面见人啊！呢个头发尖尖嘅友仔，仲一样咁冇礼貌。我哋愿意自首，你快啲带路。既然真心悔改，点解态度仲好似咁高高在上咁样样？似乎明白点解你可以做到冠军，不过今后唔好再揾我吓。如果你主动揾我，一定系有啲麻烦事。喂，我又攞到佢张联盟卡、哦，稀有嗰只啊！我唔奢望你会原谅我，但系对于呃你嘅事，我真系感到好唔好意思。我嗰阵时系好伤心嘅，大家已经冇嘢啦。多得你，我学识唔少嘢，就系大眼识人。好啦，搞事嘅人已经消失咗，跟住落嚟就得翻盾啫。希望冇事。做咩事啊？边个搵我哋啊？我啱啱唔好激动，做咩啊？你听唔听到啊？盾就喺我身边。喂，你哋喺边度啊？等我嚟啊！我要捉埋只盾啦、啊。尝试阻止佢大吵大闹，可唔可以过嚟？我需要你嘅力量。喺森林嘅深处，精灵球嘅剑似乎都好担心佢嘅 partner。我哋拎咗隻盾出嚟先，喂，剑出嚟先。唔要比卡超啦。同大家睇睇先，剑就系佢啦，妖精属性嘅，持有物品就系嗰、那个嗰把腐烂嘅剑啊。应该战斗嘅时候就会呈现翻担住把剑嘅状态噶啦。咁啊。招式方面有圣剑啦、剑舞啦、铁头啦同埋咬碎，全部都两个字喎，唔知点解咁得意咧？性格系认真啊！好啦，呢一只游戏咧，主要咧就系围绕住剑同埋盾嘅。剑已经俾我哋收服咗喺个精灵球里边啦，而家咧仲争盾嘅下落啫。咁我哋咧又要翻去之前嗰个嘅森林啊，一齐咧。回归起点啊！今集就玩到嚟呢度先，中意俾我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朋友，下集再继续同大家玩呢只 Pokemon 嘅剑盾，咁我哋下集再见，拜拜。